刘明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感谢主，咱哥大家从一礼拜开始做下来敬拜上帝。我相信这是上帝的祝福，也上帝的恩典。上帝呼召咱来到伫伊的圣殿来敬拜伊，来服侍伊。当咱咧讲到伫过虔诚的生活时，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虔诚的生活。所以当咱咧讲过虔诚的生活时，咱想讲这是一个理论，还是一个学术？一个过虔诚的生活本身就是咱普通时啊，咱的信仰的生活。在咱的生活中间，把信仰实践出来，咱的生活也耶稣活出来。我相信，咱看这个题目的是过虔诚的生活，过本身就是一种的经历。咱有一句话讲，你若要啉一杯水，到底是烧还是冷，来啉的人才会知影。所以表示，你要过虔诚的生活，你就是爱先经历过敬虔，也是讲虔诚的这个信仰。那第二项真要紧，就是过虔诚的这个生活本身啊，搁刷落去，就是将活出虔诚的人生。当咱伫讲过虔诚的生活，经历虔诚的这个信仰，这是甲上帝中间的这个关系。就是当咱伫讲活出来，活出虔诚的人生的事，这是甲你家己以及甲人中间的这个关系。所以表示过虔诚的生活，就是爱甲耶稣基督活伫你的生活中间，甲你所领受、你对圣经所读的这个圣经上帝话，活伫你的生活中间。不管你是学生，不管你是职业的人，还是你从事教育的人，还是你本身是家庭主妇，还是你本身是任何行业的人，还是你即马是已经退休的人，这个过虔诚的生活本身就是咱每一个人生活的这个状态，生活的状态。所以这是跟咱每一个人有真密切的这个关系。那咱在讲到伫过虔诚的生活时，啊，咱先来想讲，到底虔诚是甚物？虔诚是甚物？那对迄个荷兰经内面的描写，伫荷兰经的内面在讲到伫虔诚的事，伊有讲过五十遍。比咱的圣经内底所荷兰文的有三十几遍，现代中文译本啊，拢总有十八遍。虽然迄、那个咱的圣经内面在讲到迄、那个虔诚的字眼不是真多，总是却甲整个这个虔诚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真密切，就是咱的生活若无这个虔诚是无法度。所以若伫回教来讲，伊在讲虔诚本身就是你工作的核心，工作的核心。所以是安怎耶稣三上宝训的时阵，甲咱讲讲的，但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这一切物拢要煞予你。安尼咧表示讲，当你甲上帝这个关系建立了后，甲上帝这个亲密的关系建立了后，这个就是你整个生活的核心。你的生活本身就是虔诚，就是虔诚。所以对这咱来讲，虔诚本身有这款的这个佛教甲基督教无共款的这个所在。总是咱若看见讲，这个古约的内面在讲着虔诚，在讲着虔诚的是，这个虔诚本身所包含的就是敬畏上帝，对上帝敬畏，对上帝敬畏。搁一个就是真主，当然真主本身嘛是上帝的本质，上帝的特性。
啊，嘛是人伫人个世界内底，你要甲人斗阵个一个生活模式。你真好款待，真仁慈、真慈祥来款待你个先生，啊是你个父亲啦，啊是来款待你个囝子，啊是来款待你个四大人，款待甲你相佮斗阵个人，用即款个仁慈个心来甲你相佮斗阵。这就是天性。搁一个，伫圣经个内面，特别伫古约个内面咧，讲到伫天性个中间，一个非常重要个，伊是讲伫撒母耳上卷二章第九节，伊要保护圣民，就是神个百姓，神个百姓个脚步。啊，这神个百姓本身就是天性。所以，若是安尼讲起来，伫旧约内面伫讲着天性的事，就是甲上帝关系，啊嘛是甲人的关系。神的百姓是甲上帝关系，神的百姓本身伊着爱做即款天性的即款的生活，伊的脚步着爱过天性，一步一步来有即款的天性，敬神疼人。敬畏上帝、疼人的这款的生活模式，咱咧讲到虔诚，伫信仰内面，咧讲到虔诚的事，佮予咱看起讲，即个虔诚本身，就是进入四大行端第八章，四大行端第二章二十五节，讲有一挂虔诚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表示讲，啥物叫做虔诚，就是只会欢喜亲近圣殿的人。所以今仔日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就是咱每一个人伫表达，已经伫表达，咱是一个虔诚的人，就是神的百姓。伫恁家嘛是足侪代志，嘛足无闲，你有足侪即个节目，总是你欢喜。啊，遮办的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像遮犹太人来到伫耶路撒冷来要敬拜上帝，即款心，即叫做虔诚。伫四大行端第二章二十五节所记载，这是四大行端第二章第五节，毋是二十五节。搁第二项，就是即个伫上帝殿顶服侍人。伫上帝殿顶服侍人，咱教会咱来看清楚，咱有足侪足侪伫教会咧服侍人，无是长老、执事、水学老师，还是团体会长、干部，还是即个小组长，还是即个关怀等等，即个人，请你会记住，你咧做即个代志，毋是为着人咧做，你咧做即个代志。是伫过虔诚生活的表达，所以每一个人伫教会咧服侍，你所咧做的这个代志，就是一种个虔诚的生活。伫认识人、伫聚会人、伫熟悉的人、伫奉献的人、伫招待人，还是甚至咱俩讲，伫咱教会即个做干事的这个人，本身咱伫教会咧服侍。这些人本身就是过虔诚的生活，所以咱看四大行端第二章二十五节，啊，这个西面，这个西面，路加第二章二十五节，这个西面伫上帝殿，这个西面伫上帝殿，伫遐伫盼望有一个拯救者，有一个安慰者的降临，伊伫圣殿伫服侍，所以咱每一个人。在服侍上帝时，教会在做服侍时，请咱无袂记住，请咱会记一项事，你就是在过虔诚的生活。搁一个伫信仰内面，咱会通看见讲，四大行端第八章第二节，当司提反，予人用石头钉。来宣告的迄个时，
若要讲起来，真侪人拢走了了。因为苏铁远，伊是一个敬畏上帝人，是一个信耶稣的人。这个人是罗马人，犹太教徒，特别该伤害啦。那若是安尼，我若在场，有可能我就是这个苏铁远的弟子。可能以后的石头不是钉在苏铁远，是钉在我的身上。总是咱看见圣经记载，讲有虔诚的人来收藏，啊来埋葬，啊来帮助这个苏铁远。在伊过往的时，出兵来帮助苏铁远来安葬，所以表示一项。当你在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，是对的事，是应该做公义的事的时，有可能边个人拢会甲你起笑，嘛甲你讲啊，你遐遐尼戆，啊你是安怎？明明知影在做袂，无法当做，啊你都偏偏要去做，就是咱遐的事情，就是咱在扮演，在帮咱苏铁远。信教者的人，真是一个虔诚的人，虔诚的人。所以，当你看到应该社会应该做的事，在你应该讲的事、应该做的事的顶面，别人安怎甲你讲，你会知影，这物件就是在过虔诚的生活。所以，咱来看圣经内面在讲虔诚是甚物的事，咱搁较知影讲。这个过虔诚的生活，咱虔诚的生命，这是跟咱日常生活真密切。特别伫这个第三项，伫讲到伫帮助苏铁远这款的人，虔诚的人，这更加是咱的社会所需要。咱知影讲，伫十月三十一，伫1517年的十月三十一。是宗教改革日，啊！这宗教改革日，阮先路顶马顶，伊个宗教改革的事，足侪人拢甲伊动，足侪人拢甲伊动，毋仅是伊个同僚，偏偏只系新妇甲伊动。当然，罗马天主教甲伊动以外，即个同僚嘛甲伊动，啊！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啊！你安尼做吼，一定要抬头。佮伊个学生，佮伊边个人，嘛拢甲伊讲唔通，总是伊知影。上帝第一，圣经为主，即款的信仰，因信称义，即款的信仰，就是基督教的原型，就是基督教的核心。所以当伊安尼做的时，嘛遭受足济的即个困难，总是伊知影。这我应该做，所以当咱讲过虔诚的生活时，这个虔诚本身就是那是应该做，你袂使无去做。应该讲的，你袂使无去讲，安尼就是咧过虔诚的生活。不过，真侪人伫咱的世界内底，伫咱的社会环境内底，咱真无容忍这款的人的存在。所以常常会受堆散、受排斥、受白地无，甚至赶离开因的团体。总是这个运动呢，就真侪整个的这个社会、整个的这个世界的翻新、革新、转化、转换的这款的运动啊。所以当咱伫看到伫即个过虔诚的生活时，这是真侪咱日常生活的即个一部分啊嘞。当咱继续来看到伫讲，当过虔诚的生活本身啊，要安怎来过即个虔诚的生活？咱想讲过虔诚的生活，那是像经文所讲的，你甲主的关系。敬拜上帝，伫教会服侍，伫社会做应该做的代志，啊，这足简单啊，足简单。
问题点就是你要安怎判断你是对还是不对？若是对的，你坚持，安尼无话讲，讲死嘛甘愿。总是那迄个唔对的，你坚持，迄个煞变做无代数，无代数。所以要安怎活出虔诚的生活，这就真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啊，过虔诚，活出这个虔诚的生活。在那部书里面，什么叫做虔诚？就讲我虔诚的是，就是你会晓控制你的喙齿，这叫做虔诚。喙齿虽然细细，总是这个喙齿却会通讲一句话，让整个国家兴旺；讲一句话，让整个国家衰微；讲一句话，让你的家庭浪家散体；讲一句话，让你的家庭亲和和睦。所以，毕竟咱来看讲，圣经的内面在讲到虔诚本身来讲，是甲你的言行有关的。你讲什么款的话，讲什么款的话，当你讲什么款的话是想着就讲，还是我的经过我的思想脑海来想着来讲，还是有一个什么款的标准无？所以。要安怎过虔诚的生活？头一个真要紧，就是爱增加上帝话伫你的心内。圣经甲你讲，上帝话正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安尼意思就是讲，伫我的头前有上帝光，耶稣的真光伫迄个所在，我看清楚这条路是要安怎行。这样代志是要安怎做？这样代志，我若做落去，大家人拢有利益。这样代志做落去，我是损伤，到底要安怎？所以，读圣经就有真多咱过虔诚生活的一个方法，因为。圣经的话，既然会当成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上帝尊敬伫迄个内面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法则，一个标准，这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，就成做帮助我去判断到底这是对还是唔对，然后通过安尼来做一个标准，我安尼通做还是唔通做，我得爱做。还是未使做，所以上帝话直直来增加，就真多咱过虔诚生活的方法之一。所以上帝话直直增加，你若要读圣经，就无法度和上帝话日日增加。咱我住伫台南有一间教会，啊，因运动训练的时。下面安尼讨论信教，圣经中的这个信教，总是在讲着圣经中的这个信教时，我甲你讲，你要研究这个信教的达成，你先爱看圣经。你无看圣经，你要安怎圣经知影圣经中的这个信教？所以读圣经就真多非常重要。那么知影读圣经就真多。宗教改革的一个真重要的方法。宗教改革的成功，就是圣经翻译做德语，翻译做这母语。因读到了后的时，你就知影，我要安怎做，才会读符合上帝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不是甲新儒读这个圣经，不是教王。来读这个圣经，是所有的这些人，所有的百姓拢爱读圣经。啊，那安尼，圣经翻译就变作非常的重要。咱知影，伫中文、伫台湾话有真侪无同款的翻译的版本，所以你用一个版本，啊，认真去解读上帝话伫你的内面。假使你若感觉这个版本内面，
啊，其他的版本，这个所在翻译了安尼怪怪，你着搁摕别个版本来甲对看卖，有可能伫迄个版本翻译的中间，你会看出上帝话的真实的道理伫啥物所在。所以路顶拉丁宗教改革嘛是叫人来伫身边。所以过虔诚的生活，你迄个标准伫倒落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到底我是要听什么人的？老爸讲的毛理，啊老母讲的毛理，啊囝讲的毛理，啊到底是要用什么做标准？犹太人伊就是将上帝话圣经摕来对看嘛，到底是老爸讲的对，还是囡仔讲的对？到底是老母讲的对，还是老爸讲的对？摕来对看嘛。什么人对，就照安尼来做，就是圣经为准。所以过虔诚的生活，就是让上帝话直直来增加，上帝话直直来增加。搁一项就是让上帝神谆谆降临。人的事得爱人的神才会知影。你咧想啥，我唔知。你若无讲出来，我嘛唔知。除了我甲你照顾完了后，你一个目一年，可能我知影意思，可能我目一年，你就知影意思，因为这有默契。所以人的事，就爱人的神才知；上帝的事，就爱上帝的神才知。所以若是安尼，咱和上帝神谆谆降临伫咱中间。当我要读圣经，我要祈祷。我要做代志的时，就用祈祷来开始，用祈祷来开始我要做代志以前的这个准备心，然后用祈祷来进行我所要做的这个事，然后用祈祷来将应许归予上帝。所以若是安尼，需要上帝神降临伫咱中间。上帝神啊，甲咱三个提点，你的心会清，你的灵会清，你的讲话会明，知影到底是通讲，还是唔通讲。所以阿古斯伫遮咧讲，你的嘴智，你若控制你的嘴智，就是虔过，就是一个虔诚的这个生活，表示你要讲上，你要讲讲出来话。那符合上帝话，符合上帝意思，那安尼，这个本身的表达，你安尼做出来，安尼讲出来，会应跟上帝会领人，会帮助人，会造就人，会建立人。所以上帝的神谆谆降临在咱中间，变作就非常重要的代志。那第三就是虔诚生活按自己落实。那假使今仔日你决心要过虔诚的生活，你唔通想讲我一步登天，我依然爱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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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向前行，互这个虔诚的生活渐渐来落实。有可能，逐日透早起来，啊，四点起来，可能我爬袂起。有当时啊，爬起来，哦，我着读圣经、祈祷、吟诗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无法度。安尼一遍、两遍、三遍了后，经过三月日的这款的训练了后，是你呐积极安尼做。三月日后，你灵修的生活，你就会通食做一个好的习惯，你会通照安尼来进行。你逐日的这灵修的生活，还是你逐日目睭起火的时，过去的时阵，你一个目睭起火，啊，背掀起来，水目睁的，啊，就赶紧要做啥物代志。即摆可能唔免遐尼紧张，目睭起火了后，先脚顶动一下，手顶动，特别在喏，在啊前辈人吼，有年岁人，咱搁较得爱安尼。啊，即老想看讲，
感谢主，阿罗主，我目睭要人睁开，要人看到人，要人看到厝内遮物件。感谢主，你先感谢，先阿罗，然后对主讲，主啊，今仔日的路程，你来引导我。这个模式，经过三个月训练了后，是你会成做好的习惯。这个好的习惯，互你。唔然哩，你目睭去看时，你的心会清，看明今仔日是要做啥物代志。然后你的身躯嘛健康，你的精神嘛一直嘛统一。通过安尼，互你的这个虔诚的生活会通日日落实。免看讲哇，伊有法度安尼，我看无法度安尼。伊是伊，啊你是你，伊甲你无啥关系。你要做，你就安尼来做；啊，伊要做，伊照伊的模式来去做。所以，若是安尼，互咱的这个虔诚的生活开始，啊来日日会通落实。过虔诚的生活，过去检查我咧讲出嘴的时，咧讲话时，就没人做了，啊，讲迄个负面的话，总是等我目睭睁开。就想讲，今仔日我要讲话是爱真细致。你想讲，看到这样代志时，你要安怎讲？耐心吞一下，再来讲，无要紧，无差三秒。你讲出来话，对囡仔毛遮羞，对父亲人毛遮羞，对翁婿毛遮羞。若是安尼，这就叫做一个日子生活的一个模式。啊，这个模式是好的模式。你看到人，你就要甲阿乐感谢，你就要甲称赞。啊，你讲出来话是有道理落来，有照规矩来，照应该做的这个方法来。这个代志嘛是安尼慢慢培养起来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伫伊过虔诚的生活，已经唔是梦想。已经不是甲理想啦，㖏，已经就是甲你的生活、甲你的生命是结连做伙，是结连做伙。咱知影，十一月的第一主日，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啊所讲的这个性别公义纪念主日。性别公义纪念主日，就是讲到伫两性平权，即讲到伫两性应该爱互相尊重。过去的生的时代，现在就是男人的世界，就是咱慢慢想讲，啊，这崇拜理论害我足远去啊，啊，这个害我足去，变作。女人专权的时代，咱所以有这个公义、性别公义的这个纪念组织，就是咱唔免安尼害，咱行迄个中央的路线，就是伫人对细汉的时阵，父母怎样教育伊的查某囝，教育伊的查某囡仔，互伊会晓互相尊重。对细汉就教育伊会晓尊重，若是安尼时，这渐渐大汉起来，这个性别公义主义大概不是啥物稀罕的代志，是真普通的代志。啊，大家就是安尼的生活，表示你有上帝话，有你逐日的上帝话的这个增加。然后有圣神常常甲你同在，感动你。你来讲好话，造就人话，建立人话，这物件就成做你的生活的一部分，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当咱咧讲到伫性别公义的这个主题的时，这样代志的时，咱更加知影，何这样代志？真做咱生活的一部分，先生也要尊重伊的父亲人，
伊所生下来囡仔，后摆要做人的囝婿的人，就要尊重别人的查某囝。这款的互相的尊重，是伫家庭来产生，伫咱的社会，伫每一个人拢有责任。举例来讲，有一个国王叫做亚瑟，这亚瑟有一遍去哄掠去，啊，伊哄掠去迄个国家的这个的国王，本来是要甲伊施刑，总是去看这亚瑟哥人英俊漂撇，无来甲去看啊，看伊的头壳好啊歹啊，看伊的头壳好啊歹。那这个头壳好，真正头壳好，啊，这是人才，啊，就甲留落来。哎，这头壳无好，啊，就无原地就是死刑啊。所以伊就来问一个问题，伊讲哦，这查某人上该爱是啥物？这查某人真正想要爱到底是啥物？我来问你讲啊，你是女性，啊，你上爱是啥物？无要紧，你转去看看写的安尼哦。啊，这个亚瑟的边仔人拢甲亚瑟献祭，就是甲伊讲哦，啊，你著甲伊讲哦，伊著伊著是爱钱，啊，伊著爱地位，啊，伊著爱水，啊，伊著是爱水衫，伊著爱金银财宝，啊，伊著是爱这装饰品安尼。就是大家在甲献祭中间。亚瑟听了就无满意，当然迄个国王嘛听了未满意。那时间已经接近啊，伊就人就甲伊讲，讲伫个城内内底有一个女巫，啊，这个女巫吼，伊足歹，面也歹，啊，捏捏佫巧骨，真正有够歹，总是吼。伊唔了歹命尔，伊阁要求上济，啊！伊出来所有要求，就是你家要家叫伊家你讲一个答案的时，伊要求出来的迄个差不多你做袂啥到安尼，就做袂到安尼。所以要求是足严，所以足少人有法度通去得到迄个答案的。就是这也是有法度讲啊。已经事到如今，要安怎？所以去找伊。那这亚瑟就甲这个国王，甲伊问个问题，问这个巫婆安尼。啊，伊一看有影，这个巫婆有够歹，啊，佫巧骨，吼，啊，喙齿佫来甲剩一齿，啊，佫面叠叠，吼，啊，鼻仔嘟嘟。真正是无怪无人爱来找伊啊，就是伊都足侪人想要找伊啊，无找伊阁袂使啊。所以伫这款情景下面，啊，这巫婆就来讲，讲吼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爱你的原始武士，圆桌武士内底迄个上佳英俊迄个队长啊。啊，这亚瑟讲，凯撒，你要求，要啥物拢无要紧，啊，你要求讲要嫁予这个圆桌武士的这个队长加温，啊，这哦，为着我家己的性命缘故，啊，害死阮这个将军哦，这我做袂到。就是伊这个圆桌武士的这个将军，伊也甲亚瑟讲。讲，我去，答应伊，我欢喜，娶伊做某。后下就办婚宴安尼吼，办婚宴，哇，大家足欢喜，啊去食青草的时，啊这巫婆，啊真正歹，啊唔也是人歹，佮主席嘛歹，所以安尼用手拉安尼，乌白糊安尼吼，啊佮讲出来话安尼，佮喷来喷去安尼吼。大家拢赞拢袂了，啊！过年已经了后，就要洞房啊。亚瑟来讲，你敢真正要入？伊讲为了你甲这个国家，我欢喜。
就是文化成伊入去了时，看迄个眠床顶吼，倒一个世界上伊毋捌看过遐尼水的美女啊！哎，看一个讲，这甲我看无啥共款的。这个巫婆，伊就甲伊讲，讲吼，安尼啦，我有两款性格，一款性格就是讲，我即时比这真水的查某囡仔，就是暗时啊是足慢，啊，总是有一款就是日时是巫婆足慢，暗时啊真水啊。伫即款情景的下面，即、这个巫婆该问即个问题，讲你选择看是你是即时要看水的水的女孩子，啊，看伊水的下晡，啊，是你要暗时啊看水的下晡。真侪人讨论，咱嘛先讨论啊，了去想看卖啊。就是即个亚瑟，伊有想伊的答案。该讲，该讲哦。不管是你要日时要变作水还是歹，暗时要变作水还是歹，我拢尊重你，我拢尊重你。所以这个巫婆，伊就爱把屎流落来。伊讲，这个世界只有你会能了解我，所以。伊讲，那安尼，你尊重我的选择，我即时嘛要变得足水的这个女孩子，暗时啊，我嘛要变得足水的你的太太。所以伊阿姐答案讲，互家己阿去个国王听，然后这国王讲，哎，你真正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你要尊重人，吼、哦，够理想，啊，你要尊重人，啊，真就。救伊个生命，所以有时阵咱咧想讲，咱咧过虔诚个生活，咱本身需要上帝给咱个知识甲智慧，所以是安怎讲救亚华是知识根源，就是咱先敬畏上帝，然后听上帝，然后听人、尊重人、敬重人，那安尼你的生活中间，你过你的这人生，你就是一个过着虔诚生活的人。咱三个阿头来，先来祝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你的信心到万世代。我知道你听我，从圣经上帝你的话来修饰我。你爱阮每一个人，真侪聪明、有智慧的人，予阮的生活过得较舒适、较好势，予阮的生活过得是一个虔诚的生活。阮相信上帝你的话就帮助阮，予阮更加符合上帝你的意思。愿你爱阮，常常甲出你讲话。你嘛爱阮常常听人，虽然祈祷是阮平常常常咧做诶代志，总是你爱阮，会当入阮诶房间来对你祈祷，就感觉伫温暖诶，要收拾阮。你嘛爱阮，会晓做好事，互阮日常生活内面会晓去仁慈款待人。也去疼人、帮助人，总是你嘛爱阮，知影用虔诚的心来做这件事，就是阮正手所做，唔通互倒手知影。我知影对上帝来的意思，上帝来的话，要帮助阮更加符合上帝你的旨意，求主你圣神帮助阮，加做阮。实行上帝你的话的动力，这动力就帮助我伫我未来的人生过着虔诚的生活。我相信上帝你的祝福，
伫今仔日开始就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也要予阮过着虔诚的生活，来仰望上帝。第一件人，阮本身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恩靠耶稣的名。